大家早上平安，再次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早上的网上崇拜。在我们还未进入到今天的崇拜之前，我们先来看几项的报告。首先第一样就是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们教会仍然会暂停所有的这个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仍然会在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钟我们有团契的聚会，星期日早上九点我们都有这个崇拜的聚会，但是这一切的聚会我们都是会用网上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星期日崇拜之后，我们都有这个小组的聚会，欢迎弟兄姊妹按照我们每个星期所发放给弟兄姊妹的这个的资讯来参与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崇拜和我们小组的这些的网上的聚会。那么第二项的报告是关于我们教会的家庭营。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本来再多几日我们就可以去到金马仑参加我们的家庭营，但是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已经决定了是会将这个的家庭营延期到明年才进行。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是明年仍然想要参加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的营费就可以先保留在教会里面。但是如果说有哪位弟兄姊妹你是觉得明年你还未确定你能不能够参加，或者可能你明年已经安排了有一些工作的话不能够参与的，你想要拿回来的话，这个退款的事项我们就需要等到恢复了教会的实体崇拜之后才能够进行的，就请弟兄姊妹多多来到去包含。那么最后也是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知道虽然现在我们这个的行管令已经是放松了很多了，但是也都请弟兄姊妹要注意了，在这个的有条件行管令的这个的期间如果没什么，尽量都是要留在家里要多些的洗手保持个人的卫生清洁我们一起来到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我们安静默祷，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的崇拜。今天的圣经是取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这样说，所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神啊，你是何等荣耀的君王，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与赞美。尊贵荣耀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一起以使徒信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吊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六章一至十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姊妹平安。最近我们无论是打开这个的电视，听这个的收音机，或者是看这个的网络的新闻，甚至跟眼家人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听到一个的新词，就是新常态。其实新常态这个词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它最初主要的这个功用呢，其实是被引用在商业和经济方面。新常态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国家在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之下发展出来的一套新的模式。最近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使到新常态这个的词亦都被引用在人民的生活范畴里面。今日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的缘故而被带入了新常态里面。上两个星期，我们的首相已经宣布了我国的这个有条件行管令会延长直到这个6月9号。对于很多人来说，我相信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经过过去两个月这个行管令的生活，我们都已经开始习惯了很多生活上面的这个新常态。举个例子，过去我们要买菜买食物，需要去到巴沙，去到这个食物中心才可以买到我们想要买的东西。但是现在就算我们不用出门，我们上网就可以买到我们想要买的东西。要买什么菜，萝卜啊、包粟啊等等等等的，要买什么肉，牛肉、鸡肉、鱼肉，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全部都可以透过在网上订购、网上付款，就会有人将你要买的东西送到你的家。这些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新常态。是的，新冠肺炎所带来的这个影响，迫使到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生活方面，很多的层面，我们都要进入这个新常态里面。其实面对这个新常态，我自己都是有很多的这个调整。我以前我没有试过，我没试过在网上来购买这个食物，亦都冇試過錄製講道放上網上面啊，亦都未試過喺網上進行呢一個嘅施聖餐啊，等等等等嘅呢啲嘅嘢。但係由於呢一個疫情嘅情況，因為呢一個新常態嘅需要，所以迫使到我就將好多嘅第一次就咁就獻咗出嚟。咁今日
当我们大家都在慢慢习惯和适应生活上各种各样的新常态的时候，我就想在今天这个时间来到从新常态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到跟大家来到探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追求在生活上进入新常态的同时，我们是否也有在属灵上追求进入上帝的新常态。所谓上帝的新常态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要追求进入一个按照上帝的教导，按照上帝的标准，按照上帝的法则，同埋以符合上帝要求的方式来到去生活行事，开展我们新的生命的模式。是的，今天在生活中我们需要来到去改变，从过去的常态进入到新常态里面，是因为过去生活上的这个常态已经没有办法应用在今日的这个生活的情况。我们知道因为病毒的缘故，所以今日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戴口罩，我们需要同人保持社交的距离。因为这个病毒的缘故，所以我们出国和回来都需要隔离。因为这个病毒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暂停教会一切实体的这些聚会，我们改为网上崇拜、网上团契、网上小组等等。是的，这些种种的情况都被我们看到，过去的常态其实已经被今天的新常态来到取代了。无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都好，要进入和适应新常态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进入新常态，是因为我们要避免受到这个病毒带来的这个破坏。同样的，在属灵生命里面，今天我们都需要追求进入上帝的新常态，因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已经脱离了罪、脱离了死亡的新生命。我们要在新常态中经历灵命的更新。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讲：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今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来到去进入和适应这个新常态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要避开这个病毒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不想要让这个病毒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也都不想给机会这个病毒可以进入到我们家人的这个身上。在属灵上，今天我们一样要回想当初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为什么我们要洗礼归入耶稣基督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来的破坏是非常之可怕的。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相信耶稣，选择了要让耶稣的宝血来到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在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个罪，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应该再给自己有任何的理由来到去继续活在一个犯罪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追求进入到上帝的新常态里面，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去经历属灵生命的更新。上帝在圣经中所给予我们一切的教导，就是今天我们都应当要去追求和进入的新常态。上帝在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我们新常态生命的一个指引。过去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常态，我们以为是正常的，我们以为过去我们以为满口污言秽语，我们用我们的口来到去诅咒别人，来到攻击别人是正常的。我们以为婚姻以外的这个性行为是正常的，甚至过去我们以为我们对人的这个怨恨、妒忌、恶毒、报复的行为等等都是正常的。这一切过去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常态以为是正常的东西，当我们愿意追求进入到上帝的新常态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原来这一切的东西是不正常的。
就正如在圣经里面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讲，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七到十节亦都讲，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过去所习惯的这个常态，是一个习惯了活在罪中、活在败坏里面的这个生命。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撇弃我们过去的常态，进入到上帝的新常态里面。一个要经历生命更新的基督徒，不是只是单单靠着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的。虽然说相信耶稣的确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救，但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更新是必须要持续来到去追求的。唯有追求常常进入到上帝的新常态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在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要做，我们过去没有做到的，我们就要做多些。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过去常常做，上帝说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爱做。生命的救恩，上帝已经藉着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赐了给我们，灵命要得着更新，就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将自己完全的信服在主的教导中。过去我们的生活标准、我们的生活常态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需要来到行事、来到去做决定，而一个蒙主耶稣宝血救赎的生命，就应该是一个追求进入上帝新常态里面的生命。他无论是对生命的价值观，在生活上行事为人，都不会再以自己作为标准，而是懂得在凡事上都以上帝来到作为标准。是的，在上帝的新常态里面，我们所追求的不单止是一个更新的灵命，我们更加要在上帝的新常态中来到活出这个更新的生命。我们要在新常态中实践复活的新生命，进入上帝的新常态中，生命得着更新，我们才能够以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进入到世界里面，来到去为主活出一个有见证的这个生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要有新常态的观念是不容易，但是要活出新常态的生活就更加的困难。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因为这次疫情的缘故，我们出门做事常常都要戴口罩，要消毒，是很麻烦的。我们每一次出门回来，我们就要立刻去冲凉换衫，出门回来就要换衫，出门回来又要冲凉换衫，每一次都要这样做，都是很麻烦的。甚至我们去巴沙去商场买东西，要排队，同人要保持这个距离，都是很麻烦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的疫情可以这么快就受到控制，感染的人数可以大大的来到去下降，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人人都愿意付上受限制的这个代价，我们都愿意遵守这个行管令，放弃我们原有的这个自由，留守在家里面保持这个清洁的卫生。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努力的成果。同样的，在属灵生命里面，我们都需要来去付出追求进入新常态的这个代价。我们里面的脾气需要来到去改变，我们的骄傲要改变，我们的自私的态度要改变，我们对人的这个妒忌、恶毒、怨恨等等的东西全部都要来到去改。因为在上帝的新常态中，
呢一啲嘅事情都系唔正常噶，系需要我哋嚟到去改变嘅。要改变系痛苦噶，但系响上帝嘅恩典中，我哋知道虽然我哋软弱，但系上帝会加添我哋嚟到去改变嘅力量。就正如罗马书六章八到九节讲：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活出新常态的生命是不容易的，但是并非不可能。我们看回圣经，彼得曾经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要从一个贪生怕死的生命，这个性格转变为刚强，容不容易呢？是不容易的。保罗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他要舍弃原本尊贵的身份，被人打、被人闹，甚至被人拉去坐监，容不容易呢？都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回历代教会的众圣徒，他们为了上帝的缘故，他们为了要活出这个新常态生命的缘故，他们所付出的容不容易呢？都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们没得选，或者说他们已经选了一个没得后退的身份，就是他们选择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即使是不容易，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来到依靠主，咬实牙关向前来到去前行。他们所活出来的就是一个在新常态中带有见证、带有复活样式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属灵生命状况究竟是依然的向前行，还是向后退？还是说你的属灵生命状况仍然是原地踏步呢？无论如何，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的立定我们的心智，不再停留或者是退后，回到我们过去的这个常态的生命里面，让我们都愿意来到坚定我们自己的心，竭力追求进入到上帝的新常态里面，看见上帝如何在新常态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在新常态中领受上帝的祝福。罗马书六章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与基督同死是我们的选择，与基督同活却是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新常态中，当你愿意为主撇弃过去活在罪中的常态生活，你就会看见上帝的祝福是如何满满的临到你的生命里面。在上帝的新常态中，当你愿意来到改变你的脾气，你的家庭就会得到和谐。在上帝的新常态中，当你愿意改变你的性格，你和人的这个关系就会得着改善。在上帝的新常态中，当你愿意放下你对人的这个怨恨，你会发觉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喜乐。是的，上帝在圣经中将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要我们追求一个遵行他的教导的生活，进入到他的新常态里面。他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将属天的祝福来到去赐给我们。在旧约时期，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入到旷野里面之后，在他们还未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就先将他自己的律法和诫命藉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帝要预备他们，让他们可以藉着诫命和这个律例的这个指引，进入到上帝的新常态里面，使他们能够以新常态的生命进入这个迦南地，在迦南地里面享受上帝给他们更大的祝福。我们看到在上帝还未将律法和诫命颁布给以色列人之前，以色列人过去的常态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过去常态的生活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去行事。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去得罪上帝，常常为了食物、为了水的缘故来到去发出这个埋怨。他们甚至为自己来到去制造这个金牛犊来到取代上帝的位置。是的，上帝将律法
同埋诫命颁布俾以色列人，佢嘅目的唔系要限制佢哋，唔系要嚟到管住佢哋，使佢哋失去呢一个嘅自由。上帝嘅目的系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在上帝嘅律例同诫命当中，在上帝嘅呢一个新常态里边，可以变得刚强，让佢哋可以有力量响迦南地嘅时候去抵抗异族人嘅呢一个败坏嘅信仰，同埋生活上嘅呢一啲嘅行为。系噶，迦南地系一个充满咗异教信仰、充满咗淫行、充满咗败坏嘅一个嘅地方。如果以色列人佢哋冇上帝嘅话语嚟到指引佢哋嘅话，响佢哋仲未进入迦南地之前，如果佢哋嘅生命未被装备好嘅话，佢哋入到呢个地方就会好容易嘅会被影响。以色列人受上帝嘅呢一个嘅祝福，如果我哋有留心嚟到去睇圣经嘅话，我哋就知道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这个祝福，其实不是只是单单在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之后上帝才给他们的。虽然说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作为永久居住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回圣经，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还未入到迦南地之前，他们在旷野在埃及的时候，其实上帝的祝福就早已与他们同在。只要他们是愿意来到常常亲近上帝、寻求上帝、遵行上帝的话语来到生活的话，上帝就一路的与他们同在。如果说以色列人离开上帝，按自己的常态去生活，活在罪中的话，即使他们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都不能够得到安稳，因为上帝的保守会离他们而去。我们看回历史，后来以色列人因为离弃上帝，他们不再跟从上帝的这个新常态，不再跟从上帝的律例和诫命，反而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需要来到行事，来到进入他们过去那个败坏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的就是以色列南北国相继被灭，就是今天我们最好的一个借镜。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唔系在于我哋身享乜嘢嘅地方，而系在于我哋是否有愿意常常遵行主嘅教导，是否有常常活在上帝嘅新常态里边。就如我哋目前嘅呢一个嘅情况，虽然讲我哋今日唔能够翻到教会里边嚟到参加崇拜、参加各样嘅呢一个嘅聚会，但系只要我哋仍然愿意，在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常常来到亲近主，来到读经、灵修、祷告，以行动来到去帮助和关怀有需要的人，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这个生命的话，我们就是活在上帝的新常态里面，上帝的祝福就会在我们的身上。相反，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跟随我们自己的常态，而不是跟随上帝的新常态，就算可以给我们回到教会，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崇拜，参与多少个侍奉，我们给多少个奉献都好，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不被喜悦的。人的常态叫我们软弱，但是上帝的新常态却能够叫我们刚强。我们都要追求进入到上帝的新常态里面，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得着上帝的祝福。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新常态在上帝里面不一定是一个诅咒，反而是一个祝福。我们看回历史，曾经当耶稣升天之后，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就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使徒行传讲他们是日日聚在一起来去听这个使徒的讲道。是的，当时候他们的这个生活是很舒适的，因为每一日都可以领受使徒给他们的这个教导。当时候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领受者。但是我们看回后来，当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对大逼迫之后，门徒就被逼分散去到世界各地。使徒行传八章第四节讲，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教会面对大逼迫之后，
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的身份就从一个领受者变成了传道者。是的，教会经历大逼迫，原本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件事，使福音藉着门徒被传到去世界各地。同样，今天我们看回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可以来到思想为什么会发生的呢？今次的疫情的发生是因为人的罪所引起的呢？是因为上帝的刑罚，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既然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就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透过今次的疫情去看清楚，去思考和反省，到底今天我们所活出来的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在上帝的新常态中，我们要来到思想，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我们来到去改变的呢？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祷告方式，我们的灵修生活。在上帝的新常态中，我们能够为主来到去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帮助左邻右里来到购买这个食品，我们可以派发一些食物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并且说我们可以多些藉着电话联络的方式来到去做关怀。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在追求进入上帝的新常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思想的。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位，给我们知道，是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已经从罪进入到上帝的圣洁里面，已经从死亡进入到复活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在生活当中丢弃我们过去那个常态的生活，不再是以自己作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作为中心。我们都应当要追求进入到上帝的新常态里面，来到去开展一个在新常态中的新生命。我们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是奇妙，是伟大的。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过犯，你知道我们的不足。因此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将你自己的救恩，你将你自己的平安，你将你自己的新生命来到赐给我们。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主你不单止将救恩赐下，你更加将你自己的话语来到赐下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藉着圣经的教导，知道如何来到去进入一个新常态的生命里面，来到去遵行你自己的教导，来到去活我们每一日。是的，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过去我们有软弱的，过去我们有不足的，过去我们有做得不对的，但愿我们都愿意立定我们的心智，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过去的这个常态，而开始追求进入在上帝里面的新常态。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要来到去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来到去敬畏你，更加的来到去聆听你自己的教导，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指引，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到活出一个有新生命样式的这个见证。是的，主，我们再次将我们每一位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帮助带领使用。感谢你，祈祷奉我主耶稣名祈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有收一个的奉献。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可以用两种的方式来到去进行。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将你的奉献放在一个信封里，写上这个日期，等我们恢复了实体崇拜之后，你就可以交上来。第二种的方式就是你可以透过网上来到去转账。那么当你转账了之后，你可以将你转账的这个收据电邮给教会，或者是发送给我们教会的财政。这个时候我们以一首的诗歌来到作为这个的回应。
姊妹请起立，这个时候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全能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带领，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Peace.
是他的脸光照你，也自然给你。Run!